国际消息，咱来关心黎巴嫩真主党顶礼拜空袭以色列的占领区戈兰高地，造成不少以色列的囡仔，也有青少年的伤亡。然后，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致使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死亡。现在中东的局势是变得越来越紧张。美国和英国初三发布撤侨的通知，呼吁英国家的民众都要赶紧离开黎巴嫩。机场大厅客满人，旅客穿着一个火啊鬼口罩，等待候补班机离开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在七月下旬空袭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造成以色列真侪儿童甲青少年死伤。以色列就在下晡后，在当地31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造成真主党上官的军事指挥官死亡。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马蒂31受到暗杀死亡，让中东的紧张局势升温真紧。ببطل في أكل وببطل في كهرباء وببطل في ماء في انزعاج أكيد真主党在当地初三暗时向在黎巴嫩领空飞行的以色列战机发射一粒地对空飞弹，逼以色列战机飞到转去了后，七时分点又向两国的边境发射数十粒火箭攻击，严格全部拢和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拍落来。对于双方扩大纷争，美国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大使馆在当地初三用社群平台 X 发文，向在黎巴嫩的美国公民发出警告，要求公民赶紧坐飞机离开黎巴嫩。在英国外交联邦发展办公室，也用X 平台发布撤侨声明，表示正在部署边境部队和军事人员到中东，到三间英国大使馆的职员进行撤离。برجع بقول لك ما قادرين نعمل شيء، بس نتمنى ما يصير لأنه هالمرة كارثة. هالمرة كارثة من الكوارث. بلد تعبان، بلد مفلس.除了美国、英国，虽然外交部也呼吁公民撤离，决定暂时关闭驻贝鲁特的大使馆，撤回外交人员。不过，这个临时措施会实施一个月，到时阵再看黎巴嫩的状况，决定是不是要延长。而约旦也呼吁撤侨，敦促公民暂时迈去黎巴嫩。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